画了，今天没灵感，改天再画吧。是哦。想不想画画看？好啊。换你，你也签名。你喜欢海啊？不知道哎，我没有看过。阿明啊，明仔就要开学啦，你寒假作业写好啊？哈。啊。是啊。你哦，你迄个是哪创的啊？你逐天安尼叫人去地园斗三工，伊要哪有时间好好写啦？阁有偌济还袂写啦？国语、算术、毛笔字、作文。哎呀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去，作业赶紧摕出来。这个囡仔吼，啊，哎哎，哎，倒去。要存四十块钱。四二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！大家好！短短的寒假一下就过去了，校长相信每一位小朋友都过得非常的充实、快乐而有意义。在寒假期间有帮忙做家事的小朋友，请举手。嗯，很好，请把手放下。接下来，我来介绍一位新老师。这位是郭云天老师，他将担任本学期的美术代课老师。郭老师是大学美术系毕业的高材生，这次能够邀请到他，是我们的荣幸。希望每一位小朋友在上郭老师的课，要好好的听老师讲。他画得好棒哦！美术课一直由李主任负责，这个学期开始由郭老师带大家上美术课，让我们鼓掌来欢迎郭老师。为了要参加全县的学生美术比赛，
所以学校准备要开办美术特训班，由新上任的美术老师来担任指导。那全班呢要选出两个同学来代表参加。好，那新当选的班长跟副班长上来主持吧。那我们现在来选美术班的代表，两名，有没有人要推荐？我推荐林志宏。我推荐林志宏。我也推荐林志宏。对啊，你最厉害了。选林志宏的人请举手。你推荐谷阿明的原因是什么？是他叫我推荐他的。谷阿明，我们是在选班代表哎。我知道啊。可是。放心啦，我和新来的郭老师一起画画过哎，他还称赞我的哩。好。除了谷阿明以外，还有没有人要推荐的？没有，那我们现在来表决喽。赞成谷阿明参加美术特训班的举手。先生嘛，伊五胎拢共我生查某啦，啊，阮廖家乡下袂使就安尼断去。有囝有囝命，无囝是天注定。哎呀，先生嘛，你哪会使安尼讲哩啦？放心啦，你看你看，恁家吼还佫有生后生的命啦。我甲你讲吼，转去恁新妇哦，睏东边啦。哦，安尼一个新查甫生。无挂保证啦！哎呀，先生啊，你看阮家嘛知，我生石雄，啊石雄佫生两个后生的呢，你看我佫唔知。有呀有呀，丢丢丢丢丢。你今仔是咧创啥？叫我大细声。你干嘛一直偷看新来的郭老师啊？哪有啊？好像。城市来的男生气质就是不一样哈、哦。你说什么？果然是他。啊？哦、四年一班谷阿明。你认识谷阿明啊？嗯。哦，我记得谷阿明说他跟你一起画画过。那他画的怎么样？你看，
他把门神啊画成了小丑的样子，多么有想象力啊，你不觉得吗？ 我不知道哎。那你为什么选他？我通常都是尊重学生的意见，因为少数服从多数，我不会要求他们一定要听我的，这样比较公平。感谢老师一鸣。没有没有没有。来了。阿明，你怎么来了？赶回家去。我还不能回家，我是四年乙班的代表。你怎么可能当代表啊？我真的是四年乙班的代表啊。哎，郭老师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郭阿明，找位置坐。谢谢老师。今天啊是美术特训班的第一堂课，先请校长精神讲话。各位小朋友啊，你们身为班上的代表，所以有义务为班上争光，要跟郭老师啊好好的学习，每一笔都要认真严肃的画，听见没有？听到了。画画是一件快乐的事情，太严肃就画不出来了。第一天上课就知道了。嗨，我说主任啊，郭老师是个艺术家嘛，他习惯了自由自在啊。我是怕他给学生带来坏榜样。不会啊，他对教学啊还蛮有想法的，人也很认真啊。认真是该多一点，想法应该少一点。现在呢，你们猜这个是什么？云。对，那这一大片呢？天。好，那这个呢？光子。那所以老师的名字呢，就叫做天天光天。郭雨天。对，郭雨天。郭。没错，所以老师的名字叫做光天。对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既然呢我们是图画课，所以呢现在自我介绍当然呢也要用画的，没错。现在呢就换你们画名字给老师猜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帮你想。不用了，没关系啦，有难同当嘛。林志宏，志宏啊，我想到了、啊、真的不用了啦，没关系啦。
林志。银色，银色。哦，林志宏，很好啊，老师看懂了、啊。这么丑。这么丑啊？如果你不喜欢这一张，再画一张给老师看好吗？各位小朋友，今天的题目啊和美丑无关哦，今天是画自己的名字，所以只要你们画的让老师看懂了，通通可以得100分。林，好帅哦。是很俊。俊，那这个下雨是雨盖林的林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哦，好，林俊林，好。100分。蔡中刘汉呢？哦，蔡中汉。好，100分。这个是陈宝。陈宝，陈，这是家庭。家庭哦，家，陈家家。错，是陈廷家。哦，陈廷家，嗯，好，100分。哦，100分，很好，100分。古阿明，好，100分，很好，老师看懂了、啊。那还够真凶啊！药啊，早起都拢吃完啊，啊，规身躯啊，搁烧烫烫，规工都安尼戆戆啊困，吃煎炒食几啊遍啊，啊，都拢袂体力。石祥啊，石祥，你去药店哦，搁甲头家拜托一下啊，互咱搁写一遍啊。旧事还袂讲清，我是要讲什么话？人咧开药房，也毋是咧开神堂啊。民国有名，阿生，生死就看家己啊啦！夭寿哦！你讲啥物笑话啊？一枝草一点露呢？阿生出世伫咱家，就是有缘要甲咱斗阵啊！你哪会讲伊生死看伊家己的命嘞？你哦，人咧做天咧看啦！阿爸，我也要做画家。我买一盒新的蜡笔。那这样不要回来，你走哪去了？我不想做代表，放学我留下来参加美术班，一起画画啦。你是要创啊？一定有想要去比赛的啊！哎呦，阿明啊，你哪搞啦？啊是有影无？有影啦。画图是有一人消遣的啦，你阿囝也是要赚红杯，善食人啊，认真读书才有前途啦。我不准你去画什么图，那放我回来，紧甲阿妈斗饲猪饲鸡。那阮老师才是有天赋的画家啊！你搁加因吹气，你搞去我画画去啊！哎呦，好啊啦，要食饭啊呢？啊，免食啦，较省米啦，养鸡去啊！对死的做回来，是安怎阁算到那鬼？奉请六鼎六甲大将军，阴阳分明，姊妹阴府路途宽，土地公带你转，不敢迷茫不回家。
用雪林高阿星就回家。好啊，可以。是你去年画的、啊？是啊。虽然这个地方都一样，可是因为时间的不同，会发生不同的故事，也会出现不同的人，还有天气啊，跟我们人的心情啊，都会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你的画几乎都一模一样呢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丢掉，丢掉，丢掉！阿明啊，拜托神明保佑我弟弟赶快好起来。阿仙就乖耶，你们一定要保佑他哦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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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啊，各位小朋友。今天我们要画的呢，就是风。那夏天的风。好，那高温有38°C 的风。那树人国小的风。
阿明啊，过来，给你小弟小弟香嘞。土台用较值钱嘞。阿明，郭老师，我弟弟阿森死了。我爸说，这是我画这些不吉利的东西，害死弟弟的。我没有要害阿森的，我只是想画神明保佑阿森的。阿明，老师。人死了之后去哪里？啊？我阿嬷说，除了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，还有两个我们看不到的世界，一个是坏人去的，一个是好人去的。欸，可是阿嬷又说，人死了之后会变成另一个人回到这个世界，难怪阿嬷每次都说不可以乱杀生。欸，小心。可以这样子。很久很久以前，人们还以为地球是平的，像这样子一样那么平。地球是圆的。小时候真的比较笨，我一直以为地球是平的啊，因为怎么看地球都像是平的一样。160块钱。阿明，来，老师送你一盒蜡笔。谢谢老师。阿明不用跑的，我们在竞走，竞走要走的啊，当然也是老师大，要去走。玩到都忘了时间了，快点快点！我那孙的哦，阿明，啊，规工也毋知走去倒去，恳求哦，众神明会当安尼坐观看远，灵感庇佑，紧将我那孙的哦平安带回来。阿明啊，你回来啊！哎呦，你是走去倒啦？啊，大家找你找几天，你知无？厝的哦，拄好才回去一个尔。啊，你若搁再出代志，你叫恁爸是要安怎啦？你走去倒啦？我，你到底走去倒啦？对不起，是我带国安明出去玩的。郭老师说地球是平的哎。好啊啦，明明哦，你阿爸回来哦，你阿好甲伊讲哦，哈。阿明，阿明，你是谁啊？你是啥单位？你别吹吹个屁！好啊啦，好啊啦。卖骂囡仔啦！迄郭老师哦，带伊出去佚佗的啦。
古先生，真的很对不起。郭老师，连江若要带囡仔出去佚佗，嘛少少一个。啊、后摆若要出去佚佗，一定要先甲阿妈讲，知无？知啦。老师，遐坐啦，来泡茶泡茶。坐啦坐啦。你知道现在是茶园最忙碌的时候吗？村子里有很多人家啊，都是跟古阿明他们家一样靠种茶为生的。那种茶最需要的是人手，所以有很多人生小孩是为了增加人手来帮忙家事。可是我不这么认为哦。如果你今天有看到古阿明他爸爸的样子，你就会知道他有多疼这个孩子。对不起，我没有怪郭老师的意思啊。没有没有，是我太疏忽了。其实我们做老师的，除了教会孩子们算术跟国语之外，还要常常提醒自己，身上背负的是每一个家庭的希望还有未来。嗯，跟林老师比起来，我实在是太失格了。因为我每次跟古阿明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都把他当朋友一样，我都忘了他是一个小孩子。小朋友坐好了。各位小朋友，今天老师准备了一些全世界最伟大的画家的作品幻灯片，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，然后看完之后告诉老师你们的感想，好吗？第一张呢，就是达文西的《蒙娜丽莎的微笑》。我有看过，我有看过。你现在有看过啊？太好了。这一张呢，《蒙娜丽莎的微笑》啊，可以说是全世界最神秘的微笑哦。你们看她的眼睛，要仔细的看哦，是不是很美啊？不管你从什么样的角度看，她都好像在一直对着你微笑呢。他是老师的初恋情人哦。好，那我们换下一张。这一张啊，就是米勒的《十岁》。家里有没有人种田的啊？老师，我们家种茶不种田。嗯，所以我们都知道种田的人很辛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啊，这画里面的农人们都在捡拾那些剩下的稻穗，可是呢，米勒啊最喜欢他们这种工作的样子，因为他觉得他们这些农人工作辛苦的样子很美哦。好了吗？那我们换下一张喽。这一张是梵谷的《向日葵》。
会上是什么？黄色。对，也是黄色的。可是呢，你仔细看，它花跟背景还是分得很清楚哦。花背景。来了。花背景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画家在生前都没有人理他，可是死后啊，却大大的出名哦。好，我们换下一张了。这一张啊，就是毕加索的《哭泣的女人》。哭得好惨哦。哭得很惨啊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不知道。这个啊，是因为毕加索他这一辈子交了很多女朋友，可是呢，这一个就是他最喜欢的第四个女朋友哦。但是后来毕加索还是爱上了别人，所以啊，这个女生就哭得特别的伤心。毕加索啊，可是近代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哦。好，我们换下一张。那是什么啊？这个啊，这个叫阿维农的少女，她也是毕加索画的啊。哎呦，他们都没有穿衣服哎。郭老师。那我们换下一张哦。好。哎呀！开动，观众，观众，观众，开动！校长，你知道郭老师是怎么教那些小朋友的吗？他给那些小朋友看些裸露的画，不堪入目的。哎，主任呐，你就不要用有色眼光去看了。这张给你看。闭眼睛。豁出去了，要不怎么是兄弟？站呐，阿明，给我画帅点，放心呐。小熊哦，坐啦。唔免啦。坐啊。唔免。这只鸡仔我家己饲的，请你收起。哦，阿兰啊，阿鸡你爱走卡。哦。小熊啊。你最近地形做了安怎？嘛不知是安怎，最近地虫足多，我一寡地叶啊拢外面食了了啊。安尼哦，啊我含我的查某人甲囡仔，用手捏安怎捏拢捏袂完呢。啊隔壁地形较用啊，喷的农药外效的。我是想讲林议员是毋是会用的？你想要借钱买农药？
是啦，赵翔啊，你进前招的拢还袂闲呢。尊祖用今年修行的地米，恐惊无够度，还佫有今年的电阻呢。你敢通我咧一直沉落去？我想到都会惊。丁议员，宝林叔叔爱食再去啊。阿明啊，今仔明去学校，来电到三工。是别人地方的头拢走来哦，安怎了拢了袂？啊，不是啦，我要去美术班画画诶。早就讲不准你去画图，你是听无哦？我要去啊！袂使去啊！今仔日倒做一工就好，阿明乖，哈。好啦。所以你来要创啥？哦，伊是来找恁爸爸替伊讲亲情的啦。讲啥个？哦，阿德林好好迄个翁秀芝老师啊。哎，素芬啊，你千万唔通讲出去呢。袂用的啦，秀芝也无介意主任嘛。哎，无斗阵妹哪会知影有介意无啊？感情结婚以后才偷偷培养嘛会使啊。即摆拢啥物时代啊？关你啥物时代？今日是谁婚书？交予时代人做主就无唔对啊！难道是无咧利用迄套啥物自由恋爱啦？煞昏啦！你唔通叫是阿爸，啥物拢唔知。爸，你是咧讲啥？好啊啦，别人咧讲啥是因家的代志啦。我是安怎？刚到这里的第一天晚上，我就被这里的星星吓了一跳。怎么这么多？我想到梵谷的星空，原来星星的存在感是这么一回事。怎么回事？绝对不会消失的感觉。我以为眼睛看得到的都画了出来。有时候太感动了，反而难以下手。其实一开始，我是怀疑我来到这里可以做什么，
直到我喝到这里的茶，还有看到这片星空，还有一间古阿米。古阿米的特别，多少跟他的家庭生活有关吧。郭老师，你知道古阿米的阿嬷是我们村子里很有名的陈希妈吗？村子里所有的疑难杂症都会找陈希妈商量解决哦。嗯。我曾经遇见古阿嬷带着古阿明帮他弟弟收魂，这种仪式啊，在城市里已经很少见了。我看到的时候啊，还很震撼呢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，有一个伐木工人，他被大树压死了，听说连脸都被压烂了。哎，我们乡下人说，死了以后要埋葬，那尸体一定要完整啊。像他这样子，连阎罗王都认不出来了，怎么投胎转世？后来啊，村子里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，连男人都没有人敢出面替他，就是帮他把脸。后来你知道吗？大家后来找到陈希妈哦，陈希妈一来就把他针线包拿出来，然后把针拿出来，线啊这样穿过那个针，然后捧着那张脸一针。一针把脸给缝回来了。我那时候眯在看，沈希妈真的很了不起哦。沈先生，谢谢，我们先走了。哦，谢谢谢谢，慢走啊。老师再见。再见。啥？提醒，不笑。老师，今天你怎麼這麼硬？郭老師，郭阿明，我來這家庭訪問啊，郭阿明怎麼沒來上課啊？我來關心一下。抱歉啦，林老師，家裡腳手還沒到，老師你好，我不才叫我那邊來倒熱湯。郭老師，你怎麼來啦？來看你不來畫畫在幹嘛？弄瞎吧啦！不然我去上课，叫我帮抓茶虫。哦，那就没办法喽。我也来帮忙好了。老师，这里。哎呦，老师啊！你是素文人，唔好做这款工课啦。无要紧啦，真的没有关系啦。阿明，你教我是怎么抓？好，就这样啊。好猛哦！老师，这里。这样太慢了啦！林官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陈师妈，哇，真久无看呀呢，原在在往行。多谢，饭你好气啦！刷粉你来这做啥？我甲郭老师来做家庭访问啦。哎，啊这边吼，甲那边拢是吼，啊恁另外紧配配嘞吼，较紧来喷喷嘞吼。好好好好。林议员，多谢，真多谢。林议员。
哎，顾正熙，你来啊！小温啊，你哪来者？他就是林老师的父亲哦。也是林志宏的爸爸，林议员。林议员啊，听讲你有免费替地龙喷农药哦？无啦，是因为这个人该晓做未晓赚，啊，阮拢做一年好朋友啊，啊，我无话斗相共，上尾也斗相共，服务选民嘛是应该。就是啊，到底有一下想着，来来来。古阿明，桃园都喷农药了，以后美术课不能再缺席哦。好。都快要比赛了，我们要把握时间好好练习。老师要派我去参加比赛吗？对啊。真的？不派你要派谁啊？我换了猪，我不是猪啊！还我！还我！还我！好，回来！别录了！这份代表人选的名单，我还是有意见。郭老师，前面你已经提了不少意见了，可是没有人在听。校长。你说过美术班是由我全权负责的，对不对？好好好，好了，你负责美术班的指导，人选问题仍由我们大家举手表决。郭老师，结果已经出来了，请你表示尊重。那我也希望大家尊重我的意见。古云天，我还是要重申我的坚持。四年乙班古阿明，他绝对应该代表四年级参加比赛。林志荣也不错，但是比创意。还有童趣，他就不如古阿明了。拜托你，郭老师，没有知识也应该有点常识，好不好？你以为我们这些小朋友出去干什么？是代表学校的模范生，好不好？哎，论品格，论家史，这古阿明怎么和人家林志宏家比啊？啊？你们说比什么？比什么？你们现在到底在比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啊？站住！哎！你哪里尊重专业了？专业？他说我不专业，你们听见了啊？好了。林志宏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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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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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将。
看到去，我们就做欣赏好哩。不要，多谢。阿哥要去出花阿伯大。唔免，等你去哦，恁爸老高亢啊。啊，唔知影，你是毋是正经会做代表嘞？郭老师讲，我就是我。古阿明怎么没有？哎，阿明，你不是说是你吗？古阿明，应该是你，我们班的代表，应该是你。古阿明，古阿明，干嘛啦？我们去跟郭老师说，明明是你比较厉害，我们去跟郭老师说。干嘛啦？古阿明，古阿明，干嘛？你干嘛啦？干嘛啦？阿明，你怎么啦？干嘛啦？你要怎样啦？你知不知道，其实我讨厌死你了，都是你害我变成不是第一名。哼，我也想活得像你一样，可是没办法啊。你到底要人家怎样？是咪无好选着美术代表？嗯？郭老师也毋是土地公啊啦，哪有可能有求必应？那是你打人家啊！阿明，查甫囡仔哭安尼，等下看哦，无好选着代表，还是安怎？但是郭老师，你哪会知影郭老师无选你？我安尼好垃圾，卖哭啊啦！还等来洗脚手、食饭啊？嗯？阿母，嗯，我明仔无想要去学校。阿伯，你明仔来地方倒俩糖啊？阿不了，不是已经喷过农药了？那是噴給記者看的啦，哪會有效？噴了藥的喔，人冷的也不好啊。是喔。阿玲啊，郭老師聽你聽你，你不用怪他，知道嗎？这又回归正统了。是啊，你们要求正统，就照你们的来吧。我们乡下这地方就适合这个，就怕郭老师你不太擅长。
胡先生你好，郭老师，听搞啥？胡先生，我找郭阿明，我要找阿明哦。阿明啊，老师要找你哦。郭阿明，阿明啊，老师要找你，你是咧咪啥啦？阿明啊，你阿爸来叫我。啊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胡先生，我找阿明说一下话。哦，好好好。郭阿明，郭阿明，郭阿明，算了，还不叫我不能怪你。郭阿明，老师对不起你。别这样，不用了。搞不好我根本没有老师说的那么好。老师相信自己没有看错人，你要相信自己的才华。可是我又没有被选上。那我们就自己去。去哪里？县比赛算什么？我们去跟世界比赛。世界。嗯，世界。我们去参加这个世界比赛，拿一个世界冠军回来。世界冠军？这个风雨很大吗？比这个风大吗？耶、yeah! ！就这么说定了哦。嗯。好好画。让你。我妈妈，我先回去啊。老师再见啦、啊。阿明，来。老师拄则甲你讲什么代志啊？哪有那个秘密？不要跟你讲。秘密。欢迎啊！嗯。猫咪，过来哈，乖哈。佳作，五年乙班李俊伟，铜牌奖，三年甲班魏子晴，铜牌奖，五年甲班林俊林，银牌奖，四年乙班林志宏。多么令人感动的一刻！经过多年的努力，终于结出了美丽的果实。本年度全县学生美术比赛，本校一银两铜三佳作，取得了空前的好成绩。让我们向他们表示祝贺。来来来，来来来，范老师、姜老师来。选举要到了，又要麻烦你喽。哎呀，看您说的，林议员对当地的付出啊，大家都看在眼里呢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扶助您连任成功。哎呀，您看呀，这老校长马上就要退了，到时候还得麻烦您。放心啦，这里是没有人可以跟你争这个位置。哎呀，谢谢林议员，谢谢。大家，天气好，雨水中向左，免工钱啦。好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
你来用。哎，郭老师，你哪里家？老师好。同学好。郭老师，你真厉害呢。因为林议员在家里请客庆祝，你应该去做主角啊！啊！我跟你讲吼，你好像一回来就讲，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奖杯啦，这都是郭老师的功劳呢。没有啊，哪里？哦，了不起耶！全镇的人都感觉足欢喜耶，真正哦。那个不是我啦。啊，你客气啊！郭老师呢？雪芬，请原谅我采取这样的方式跟你说再见。其实当初决定来这里，只是想把画画的快乐传达给孩子们，等有一天他们长大碰到了烦恼会遇到难关时，可以用画画来舒缓心情，然后继续面对人生无数的挑战。本来只是这样而已，但我却因为一次的比赛而迷失其中。每个人都要对自己做过的事和对他人犯过的错负责。我对代表权之争所采取的方式，对你和学生所造成的伤害，正是我犯的错。雪芬，可以请你帮我把这幅画寄出去吗？古阿明的这幅画画得很棒吧，只是想到这一出手关系着古阿明的未来，我又退缩了。夜很安静，满天星星，就像我们那一天在山上看到的，似乎一伸手就触摸得到。但是又好远好远，请你帮我多照顾古阿明，要保重自己。云天，我要跟阿布再生一个弟弟给我。好啊，
然后叫他古大树。那如果生妹妹呢？一样啊，叫古大树。哪里生起这种怪名字的、啊？没关系啦，我阿布一定会生弟弟给我。啊夭壽哦，啊这死鸟鼠啊，啊死这侪鸡仔仔。你咪啦！一尾鱼头哦，才敢偷藏去嘞。妈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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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啊！你是在创啥啦？那么讲话讲地，吃饭啦？要唔紧吃？去找阿生呢。
老师哦，来来，进入吧，进入吧。啊，哪会这罕行啦？我是来看古阿明啦。哦，伊哦，啊在咧困啦。来来来，进入吧。啊，恁这一天无来上课。啊，着寒着哇。真烧呢，先生啊，袂用爱去送病院啦。我明。你看，这规大片的细胞拢去互歹菌食去啊，这是急性肺炎，是感冒发烧引起的并发症。啊，那拖才久才送来啦。医生，拜托你一定要到三工，真是问题，一定要用上好的药啊。拜托啦。明天，正希望这个时候有你在身边。顾阿明生病了，急性肺炎，因为太晚送医的关系，现在情况非常危急。都是我不好，我应该早点去看他的。云天，你可以抽空来一趟吗？真希望可以赶快见到你，雪芬。教务处报告，教务处报告，刚刚接获教育局通知，本校四年乙班古阿明小朋友荣获世界儿童美术比赛优等奖，这是一个好消息，全校师生感到与有荣焉。报告完毕。你有没有听到啊？阿明，你得赶快好起来去领奖。古阿明，这是要送给你的卡片，这里面有全班的签名哦。古阿明祝你早日康复。阿明真的很厉害。天气很好，我呢，只要住在另一边，我住的这里偶尔可以下下雨。
喜欢夏儿。对啦，阿明，你得到世界冠军呢。弟弟，是妹妹啦。啊？我躺在山坡上，享受阳光，一点就足够。就像是长长久久，攻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，感动了全世界。古阿明是我们的骄傲，古阿明是我们树人国小永远的现在。老师也是，为什么不是古阿明？对啊，为什么不是我？算了，阿布干，我不能怪你。古阿明，老师对不起你。我们去参加这个世界比赛，拿一个世界冠军回来。等老师有一天带你走遍全世界，你就知道啦。你要带我去全世界？嗯，老师的梦想啊，就走遍全世界，画遍世界的风景。到时候，老师很希望有你一起作伴。要是多久？随便啊。好，打哥哥。我们握手，像男人的约定一样。老师，那我想带妈咪一起去。可以。我们一起带猫咪去好了。
拆念慈。啊，现在是小二，我们是跟小朋友的妈妈介绍过来的。哦，是这样的，我们的课啊，我们有礼拜四下午跟礼拜五晚上，礼拜四上午。哇，好猛的宠物哦！你帮我拿那个相机。嗯。很好。一张画纸啊，竟然不够让他画。我小的时候啊，大家都说我会画画，可是其实每次要填满一张画纸，我都觉得压力好大。是啊，拿上它，你看，想都不用想，画得又快又多，而且又有趣，还画到桌子上去呢。就像古阿明一样。对。就像古阿明，你看，他们都是古阿明。好，各位小朋友，下课喽！耶！下课吧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再见！再见！再见再见，拜拜。你好，请问郭云天老师在这里吗？哦，你找郭老师啊？等一下我去叫他。谢谢。郭老师，有人找你。哦。郭老师。郭老师你好。你好。我姓古，我是古阿明的妹妹。你是古大树？对不起。没关系。这个笑话我听我妈说过。古阿明有妹妹啊？我是我哥去世那年出生的。有有有，我还记得古妈妈怀孕的样子。你好，我是林志宏。林议员的儿子。是。那你姐姐林雪芬老师也在这里吗？哦，我姐结婚之后就搬到荷兰去了。哦。你爸妈还好吗？沈希妈呢？阿嬷走了好几年了。还种茶吗？我爸说他只会种茶。妈妈看到报纸就认出郭老师。你跟古阿明长得一点都不像哎。大家都这么说，只有我妈说我笑的样子跟我哥一模一样。这就是那张我哥得奖的作品吗？嗯。郭老师凭印象把它做成了版画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古茶妹。好可爱的名字哦。哎。你哥这张得奖的作品你没看过吗？我妈在我哥去世那年把画跟奖状都烧给我哥。哦，好可惜哦。秋影望呀望，墙上的塔。
小皮球香蕉油，一开花21256257283031，满眼满山白。